笑，大仙不闹。么么哒，是吧？三四把你吸一把差不多了，把把吸就是你不对了，你把把吸你就是在逆系统而行。杨戬现在拿来上分行不行？我觉得不太行。你不觉得杨戬已经很久没动他了吗？你看现在谁还玩杨戬？执行人间的意志，他俩往里面挤，我们都准备往后退了。你怎么回事？大家都是真伤。哎，你的真伤好像比我的真伤厉害那么一点点。哦，还是我的伤害高一点点，差不多了吧？蓝呢？嗯，他还没有漏啊。杀人无需多管，坏坏哟！放马过来吧！你也去？等等我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接你了！将大局逆转吧！我来接你了！找到布来了。哇哇，我是最强王的残忍，真的是醉了。这杨戬不好，杨戬现在拿来上分行不行？我觉得不太行。虎牙688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